他已经被开，他已经完事完毕了。我们的下，接到下一个。结构是不是有缺陷？有什么缺陷？就是晋升的时候，很容易被打。那你要如何改善这个缺陷？你要研发心结拳道，然后组成心结拳道。比较发展出来的拳道其实并不完全，它太小了。但是苏永会完成结拳道，完全不完全。你要排队接队的话，他都被拒绝。苏永会完成结拳道。剩30秒，其实是如果不加的话，就是加重要练习。是哦。剩10秒。